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上官。自从上次做了 B 站脑图之后，有很多小伙伴找我来要那个图，然后也都一一发给大家了。最近跟几个朋友聊天，包括也有一些朋友来一起探讨嘛。所以最近许个愿，开个巨坑，坑是什么呢？从现在开始，大概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，我会收集各种轮胎磨损的图样，然后把它们分门别类的。整理好，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，图例是什么，类似的又有哪些？如果你看到这样的图例，你的避震或者胎压应该怎么调？哎，我想出一个这种，脑图也好，还是视频也好，做一个这种有关联的集合。大家如果看到的话，或者拿到图，再对比着自己的情况去调整的话，我相信这样可能会更好理解一些，也更有的放矢一些。所以，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，那么在评论区打个六吧，算是大家支持，然后这个东西会正式做下去。当然，最后还是要说，还是免费分享给大家，有需要的话可以找我拿，好吧？然后咱们就说干就干，开始了。